夜经常会使出这种伎俩，空气缓缓传送黑暗，在远处结合的心思如星星般降落手边，将人催醒，做着相同的梦。这一切都在一夜之中发生，只局限于一夜的心思，到了一晨，发生的事都朦胧了。To the attack, shellings. 叫新闻。节目的继续，为您介绍一张新的专辑，这是由苏慧伦所带来他新的唱片。唱片的 title 名称《六月的茉莉梦》，这是苏慧伦他个人的第五张专辑了。好，我们来听听苏慧伦所带来的《我一个人住》。时候我就是孤独，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，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，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，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，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，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时候我就是幸福，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像影子一样模糊，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，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，我很难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我在乎，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，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我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很久没有感觉到夏天的香气了，海潮的香，远处的汽笛，女孩子肌肤的触觉，润丝巾的柠檬香，黄昏的风，
淡淡的希望，还有夏天的梦。但是这些简直就像没对准的描图纸一样，一切的一切都跟回不来的过去一点一点地错开了。